好，陈先生，现在我们帮你开始哈，扫描一下肚子里胎儿。你注意看，因为你是蓝色的哈，你看看你肚子里的 baby 也是蓝色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像 Cookie Monster？ 好。baby 很可爱哈，那我跟你说哈，到时候呢，这个小孩子生出来哈，不会是 Cookie Monster， 会是长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长怎样，小孩子差不多是长这样哈。啊，在怀孕期间要多运动，知道吗？哈，好，谢谢你的合作。